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。第一，孙鹏18岁独子孙安佐上月28日因涉嫌恐攻威胁遭捕，夫妻俩即奔美国救子。全案在当地时间25日上午8点半召开预审庭，孙安佐被台湾媒体包围时精神异常亢奋，开心张嘴说黑，又爆冲大叫，我只想看动漫，我只想感谢支持我的朋友啊，之后的事情你们自己再去处理。为什么面对贴窗拍摄的媒体，他甚至咧嘴鬼笑，甚至用上铐的双手交叉，反手比出 YAR 的手势。孙安佐意义不明的中二举动引起网友热议，留言表示 YouTube Swag 午觉，没次，太酷了吧 Ben You got 学校真是嘻哈。至于他为何反手比出 YAR 说法，从蔑视致敬动漫人物都有，不过这 pose 倒是完美还原以金手指扬名亚洲的日本退役 AV 男优加藤鹰。加藤鹰资料照，记者王文林社。孙安佐用上靠双手反比 V 翻摄自三立新闻台。